花莲的治安问题，这群黑帮分子呢，四月份开始陆陆续续会参与夜店围事，如果店家不服的话，就率众砸店，而且呢，当街把人砍到重伤。经过了长期的调查，13名的恶霸全部被逮捕。别动，趴下！你们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们在干什么？不要动啊！民警发现前方一群男子聚众围事，立刻上前盘查。后退，后退，后退。你为什么不后退？后退，后退，你要进车，后退，你要进车嘛，你就直接进来。后退，后退，你们的证件可以吗？我干嘛要出示我们的证件？面对员警询问，这些人态度超级嚣张，对着员警咆哮呛虾，根本不把公权力放在眼里。所以你要帮我开枪，我好害怕哦。警方调查发现，他们是由林姓男子带头的帮派组织，开了茶行，实际上却是一间牵赌站。从四月开始，陆续在花莲地区参与夜店围事，如果店家不从，他们就率众砸店，甚至当街砍人。在路上遇见啊，那以前有过节的啊，这个对象啊，就持开山刀啊，将其砍伤，差一点就砍这个伤及颈动脉。经过长期侦办，警方终于在27号逮捕13名嫌犯，依违反组织犯罪条例移送法办，这才终于让花莲地区的民众和店家松了一口气。记者黄美乔、施旭浩，花莲报道。